Honor 咧喺2024年咧就出咗头炮，就是、我手上面呢一部 Magic V2， 卖啲系咩咧？就系、是、打开之后厚度唔够1cm 嘅大接手机，即刻睇睇。Honor 自高调公讲以嚟，动作多多，早前旗舰级 Honor Magic V2 正式上市，亦是全球首部厚度小于 1cm 的内接 Mon 手机。接 Mon 机最忌就是接埋镜口，放在裤袋认真不方便。据讲 Honor Magic V2 是榫卯一体成型的老班教链架构进一步改良，轴承改用钛合金制作，兼采用自家研发的盾扣钢。官方声称手机厚度降至 9.9mm， 还通过 SGS 认证40万次折叠，极其耐用。加上来自卡片细细的青海湖电池，厚度只是 2.72mm， 已经能够提供高达 5000mAh 高电池容量，以及支援 66W 快充，增加新机续航能力。在其他规格方面， Honor Magic V2 采用 120Hz 更新率，6.43寸 OLED 内屏和7.92寸 OLED 外屏，搭载高通 S8 Gen 2和 16GB 加 512GB 储存。而后置三镜布局具有两个5000万像素主镜，它的鹰眼系统更加能够灵敏追焦，影相时更善用刁芒优势，提供边拍边选，令后制更加得心应手。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个钟仔啊！